成三個女士。仲喺度嘅城市論壇入場觀眾守則咧，應該從來都冇諮詢過嘅40年。佢第三條咧話，進場人士不得喧譁吵鬧，甚至其實有冇喧譁吵鬧咧？大家覺得嚇、啊？但係第七條話。人身觀眾唔好人身攻擊，遵從主持同埋港台負責。個關鍵就係咁啦。過去幾十年咧，香港政府冇做好呢個主持，俾人咧不斷咁樣攻擊中國同埋中國人，造成呢個港獨嘅思潮。我希望港足啊《港安法》咧能夠制止咗呢啲咧，其實喺澳洲嘅英國都有嘅仇恨論啊。你對個條文仲未公布同埋嗰個實施程序，你有咩睇法？其實中國政府做擔起呢個工作咧係最好嘅，因為點解咧？香港人可以繼續做他的無間道，香港可以繼續擔任他的緩衝和窗口的角色。有些什麼美國政府罵的呢，就說這個不關事，中國政府要做。好，交給黑色無關女士之後。